我要是想去这些地方的话，我早就定了。可泰宁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没别的地方可以去啊。林处长呢？回去休息去了。时间还来得及，再考虑考虑吧。晚餐您到底想怎么办啊？今天晚上不吃中餐。这附近根本就没有西餐厅啊。伙房有人吗？有啊。我需要这些东西，去吧，让他帮我准备。行了。进来。报告林长官，奉严长官之命，带您去餐厅赴约。你这怎么了？请问您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只不过想尽可能的弄得完美一些。
都不带。是，我是74团的。这个是我的证件。哦，李同志啊，我是副队长金柱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请问，蒋冬梅同志在这儿吗？啊，对啊，小蒋，找你的。哎，你好，我就是蒋冬梅。你好，我的一个战友托我给你捎的信。
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？出什么事了？政委他，他怎么了？我们在突围的时候，政委为了解救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你说。政委为了解救，在后面被围困的同志，他牺牲了。怎么样，队长，我这手艺不错吧？嗯，不错。嗯，记得以前在寺庙的时候，也都是我给师傅剃头。谢了，事成之后有你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保密。哎。冬梅，抱歉这么久没有跟你联系，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现在战况危急，我只能草草写下这封信。自从回到前线，我慢慢理解了你渴望上战场的心情。现在我不会再劝你留在后方，只是想对你说，一定要保重。部队已经被敌军围困几天了，补给也快耗尽，我们决定强行突围。过去你总说我保守，你不明白，那是因为身边有个我太想保护的人了。好了，突围要开始了，没讲完的话下次再写。剃头了，看出来了，行知给我剃的，好看吗？嗯，精神，显得干练了，就是有点凉飕飕的，习惯就好了。哎，好看啊。嗯。哎，蒋冬梅呢？小蒋啊，刚才出去了，有个战士啊，给他捎了封信来。哪部队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开门！
哎，小姐，脸色不太好，不舒服？昨晚没睡好。哎，你叫他来的？没有啊，我没叫啊，下午才开会呢。这不你们在开会吗？我怕影响你们开会，等散会了我才过来。怎么着？你要偷东西？偷什么东西啊？这小胡跟后勤的几个人出去买菜去了。买菜？啊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给你们加个菜，补充点营养。这不平时他在扫地吗？人走了，我来替他。你看这脏的，是吧？行，那咱们就到这儿。哎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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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些话呀，要跟你俩说说。这个哈，算了，我呀，就一粗人，说话不绕弯弯。你们现在都知道啊，这个组织上啊，对咱们干部的个人问题啊，都挺关心的，而且尤其鼓励啊内部结合。你看你们俩啊，好同志，又是战友，这个，情投意合啊，对，情投意合，好同志，好战友，又情投意合，对吧？适龄未婚男女，不适龄了，年龄都超了，尤其是。其实呢，你们俩这么般配，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，而且你们
哎，没，等一下啊！马上就好。请进。干把劲儿！连长官，严长官，李长官，快点！长官，天月，我的部队士气不错。强将底下无弱兵，这句话又一次得到了证实。长官，您说赤匪会进攻吗？这不像他们的风格呀。谁都不可能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。但是如果他们不进攻的话，我们的攻势就会步步逼近。只要将他们的行动范围压缩在移动范围内，那么他们就得听您的指示。长官深谋远虑，属下不胜钦佩。传令下去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明白，快点！报告！敌军阵地距我军3里左右。归队。是。同志们，敌人就在我们前面，只要我们发起全面进攻，一定会消灭他们，为我们的兄弟报仇。对，给兄弟们报仇。参谋长，现在敌人情况不明，是不是应该先派一个先头部队去侦察一下火力？蒋政委说的对啊，应该先火力侦察一下。不行，这样做会失去先机的。敌人不傻，他们也会先来侦察。
我们又没有隐匿行军，那是他们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敌人的阵地肯定会崩溃。发我的命令，快速前进！全速前进，跑步走！快！快点！快快快快！快点，三哥，快点！快！快快快快快！上楼！上楼！呀！这上楼！呀！呀！我打我！参谋长，不能再这么打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突击队可就全完了。不用你管我，闪开！你们。敌人的火力加大，后面突围组也变。哪有后面组？就这么多人了。是非已经顶不住了，你带两个营包抄，截断他们后路。明白。去，没事吧？战斗已经要胜利了，千万注意保护好自己。
这次我们损失可不小，搞不好要全军覆没，怎么办？带上你的武器，跟我来。 还是要坚持打下去吗？好，我服从你的意见。你们马上撤退，我来掩护。还是我来掩护，你们走。快撤退，服从命令，走。撤。团长，马上联络谭军，快。
黄建忠，你们也别让他们跑。就剩这么几个了，弹药呢？检查弹药。两颗子弹，我还有一颗子弹，我只有一颗手榴弹，我还有两颗手榴弹，我还有三把子弹，我还有一根手雷。这会儿他们已经跟谭政委会合了，那任务完成了，你带兄弟们快撤，我来掩护。说什么呢，老连长？要是咱们一起撤，我跟他们干到底。废什么话？要是能撤，我还不跟你一起走啊？快走！我不走！你听说，你要是我兄弟，就赶紧带他们走！走！老连长。